肉酱，肉酱。他好喜欢吃肉酱哎、欸。他喜欢吃肉。棒。我说棒。怒客开箱喽！嗨，大家好，我是燕慈。嗨，我是新意。嗨，我是玉轩。妈妈主义，今天吃什么？嗨，大家好，我们今天有妈妈主义，我们总共有九款。好像最近有几个是新出的，但好像也有几个是之前原本就有的。你是不是不知道哪几个是新出的？对，不知道。没关系，今天就吃一波，因为对我们来说这都是新的。嗯，想说一次拍九款，然后让大家一起看。好，那我们第一个要先吃什么呢？我们就先从这边的开始吃好了。为什么？按照顺序吃嘛，不要这边也可以开始。可是我就想吃意大利面嘛。好啊，哦，那是意大利，这里是意大利面。你是不是喜欢炒饭跟？成了你，我喜欢吃炒饭。好的，可以。第一个是青酱鸡肉意大利面。好了，可以开了。请讲第一眼的感觉。是绿色的、很香哎。你是不是很期待玉轩？对啊，它鸡丝放的蛮多的，我以为全部都酱，结果都是鸡丝哎。嗯，感觉蛮强的。看起来很 juicy 耶，可以先吃，我先吃。你肚子很饿，真的蛮饿的。先吃第一口，好吃好吃。嘴唇很性感，很好吃哎，有一点咸。对，大致上我是觉得它的罗勒的味道很重。然后鸡丝搭配的也还蛮好的，然后吃起来是稍微偏咸，但是我觉得是味道很光，蛮好吃的。嗯，都被他讲完了呢。没有，没有，我觉得其实它酱汁就是意外的不会这样干干的，而且有的微波食品其实它边边都会有点硬硬的，可是它整个吃起来就是很顺口，除了有点真的有点太咸了。对，其他我都觉得很赞。我觉得它比那个。就是全家或 Seven 出的那种大包装的盒装还入味，就有些它不是拌一拌都是酱是酱，然后面是面，它这个味道很重。哎，你讲到重点了。嗯，就感觉那个面条就有那个酱的味道，只是稍微有点偏油。好吃，推推。一到五分，请给分。我给四分。我也三分。好吃，我觉得我对青酱还好。我喜欢吃青酱。好，那我们现在要来吃是我们的肉酱意大利面。嗯，你看起来，看起来很好吃。我们是不是要聊天啊？要聊什么？我觉得我好像梦过这个场景。聊色。我们已经赚不到钱了，就是已经稍微有点冷掉，搅不动。对，就有点。可是我相信它的味道还是很好的。我现在就很闻到很重的番茄味，就是那个番茄肉酱的味道。哎，其实看起来真的蛮好吃的。而且它有真的番茄的那个。好，你先吃。颗粒。然后你再试吃。颗粒。我没有很喜欢吃肉酱。肉酱。我喜欢吃肉酱。他喜欢吃肉。棒。我说棒，棒棒棒，德式香肠。哦，对啊，他喜欢吃德式，不是德式香肠，对，他上来就德式香肠，德式香肠。我觉得这个番，我没有很特别喜欢那个肉酱的味道，可是它这个番茄肉酱吃起来是有一点酸酸甜甜的，就是吃得到那个真的番茄的那种酸酸的味道。可能男生吃这个会有点。不习惯，要吃两杯。对，可是这就是出小杯装的啊，点心啊，当点心的。点心，那你们现在可以去用那个点数去换，点数换的话，一杯21块而已。哦，对啊，800点买一送一哦，所以它，而且我刚刚发现它里面是400点就可以折，折21块，折21块。它不是一定要买一送一的。对，对，好，下面一款，我们还没打分数哦，对不起，死定了。1到5分给几分？还是四分，3分。我不喜欢吃肉酱，但是还是很好吃。我喜欢吃肉酱。下面一位，那我们现在介绍的是奶油双响意大利面。
奶油酸响，奶油酸响，酸酸响。哦，它是焗烤吗？它双响吗？双响？我觉得应该不是，应该是微波的，应该是刚刚微波，是不是有一个微波按太久，然后很烫 ？bug， 应该就是这一个。焦焦焦，它双响是哪里双响？我也在想哎、欸，哪里有双响？它是培根吗？培根，对，培根，会不会是培根跟那个奶油酱双响？好香哎、欸！特写他的嘴唇，没问题。其实我们一人一口，然后就像差不多，差不多，就差不多，就剩一口了，就剩一口了。我可以先说吗？我有很多感想。那我们要先说，我先说，那先讲，不然都被我们讲光了。它的酱汁跟刚刚前面的青酱意外的一样很多，所以吃起来很顺口浓郁。满满的奶油味，但是我个人比起来前面那几款，我对就这款我觉得还好。跟这个比起来的话，跟肉酱比起来，我比较喜欢吃白酱，因为它就是一吃下去就是整个都肉味，我就是肉食主义者。哦，那一到五分给几分呢？3.5，三分，3.5，就是肉丝蛋炒饭。嗯，是炒饭的样子，简单。废话，它是炒饭啊。故意的，它很多炒。我故意做效果。嗯，拌起来。可它拌起来感觉有粒粒分明的哦，没有那种黏黏的感觉。很香哎、欸。嗯，紧胖紧胖。它的那个饭味跟蛋炒在一起的那个香气哦。我很讨厌在我嘴巴吃。嘴巴比它发出味道很好哎、欸，嗯，那味道是黑胡椒肉丝的味道。再吃一口，它味道是蛮好的，没错。那我也想再吃一口，蛮好吃的，蛮好吃的，对不对？可是我觉得它唯一缺点是它的饭有一点湿湿，应该是微波食品跟现炒的不一样。现炒就是会干干的，但这是稍微有点。但是我以它微波食品，我觉得它已经算不错，对。而且它调味的算是还蛮刚好，不会像前面青酱一样比较咸一点。我觉得它那调味的很好。嗯，好，1到5分，真的搞笑。一到五分给几分？5分，4.5。火腿玉米炒饭。玉米很多，玉米真的很多，火腿也很多，就这个上面有玉米。不会哈、啊。这个蛮香的，就是闻起来有玉米的味道，然后肉丝就是黑胡椒的味道比较重，可是它的玉米有一点薄薄，就是有点干干的，可能是微波的问题，也有可能偏咸，可能是因为它有火腿的关系。可是我觉得它在炒饭类上表现算不错了。好，请给分。三分，一次做三分，对，是三分。泰式打抛烩饭。它有点冷掉了，因为我们前面拍太多。慢冷的人啊，是吃起来这一吃进去会有很强烈的辣感，可是这款我觉得很香，很香，但是它很咸。哦，对，我建议你自己再加5块的饭拌进去。对。对，就是这蛮香蛮咸，真的蛮辣的。它从舌尖辣到舌根。它的酱很多，所以它的应该要再多给，不是多给5块钱，应该再自己多买5块钱的饭才会好吃。推推，好吃。那1到5分给几分呢？我觉得3分，我觉得4分。韩式泡菜烧肉饭，这看起来很好吃，看起来很辣，看起来很好吃。就想说这是它的肉吗？我以为是。我闻到它的那个麻油香，嗯，很香。闻到，我在拌的时候我已经闻到了，蛮好吃的，再吃一口。可它吃起来有一点那种豆瓣酱的味道。嗯，1到5分给几分呢？4、3分。为什么？
因为我觉得它有点图文不实，它的肉给那么多，然后其实我们刚刚在翻的时候都是肉碎一点点而已。它有没有写那个图片仅供参考？嗯，没有写。你吸引啊你，棒！真的有病！哇，你吃药真的很可怜。韩式炸酱面，炸酱面哦，是洋葱嘛？很香，对不对？是哦，嗯，很香。嗯，香气就被你闻走。它这个有点。焦焦的，那不是给屁啦，那是好焦啊，给屁。你不是受伤之后？对不起，非常抱歉。讲的也太恶心了。这伤怎么怎么算？你是那个阴影的地方。你是给屁的地方。好狠哈！给屁的地方蛮有口感的。我想再吃一口，我觉得这好吃。你们两个先吃饱，我先开箱最后一个。觉得是台南人的口味，南部人啊，南部人的口味。不好意思，是南部人的，而且南部人。这跟我去韩国吃的其实味道差不多，差不了多少，而且很赞，我觉得很好吃的，个人偏爱这个。到南部用加油。好，一到五分给几分呢？4.5，我给两分。4.5，为什么？我不喜欢它那种甜甜的味道。4.5，最后一样，韩式辣炒鸡。嗯，这看起来蛮诱人的，来吧，看。哇，你的手指头更诱人。不要那么烦。哎，颜色很漂亮哎。颜色，跟上面的颜色看起来很像。我觉得它是辣的很顺口，而且味道也调的。我觉得它味道应该有一点调到。偏台式的，不是对，有点不算真的韩式这样、这很下饭。嗯，它配菜应该有木耳、红萝卜、洋葱吧。哦，它还有一点高丽菜这样子。我是觉得这款也还不错吃，很下饭。我觉得你可以买韩式辣炒鸡配一碗饭，配那个什么蛙哥。泰式打泡猪，然后你买10块的饭，然后把一半的饭放在这里。然后一半的饭放在泰式那边，是多哇，这样超饱，超饱。如果你用那个全家的点数的话，那你一餐也才42块，然后再加10块的白饭，52块，吃到哇，吃超饱，吃到撑，真的。然后又有不同的口味，那你1到5分你会给几分？4分，我喜欢这个4分，我好像都给的都蛮高的，怎么这样？可能好吃啊，好吃啊，好吃才给那么高。是以这一系列的杯装系列，我觉得它最主要它是很方便、多元化，重点是不难吃，是真的蛮好吃的。它有一直在开发新的口味，然后像全家其实还蛮多妈妈主义的东西，然后还有袋装的，还有出甜点啊。其实对于现在的人来说，真的蛮方便的。它小包装这样很好，就是我一天。要吃很多餐，然后每餐每次买大份的都吃不完，然后买这个就刚刚好。男生大概要吃2到3吧。我觉得以男生来说，这价钱其实不太合理。对，那你还不赶快去存全家点数？对啊，存全家点数，男生买3杯的话也只要63块，也是正常的。对啊，而且它分量还比原本大盒的多。我没有接全家的。对，麻烦全家业配了，我没有把好康的推。好，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，请帮我分享、按赞、订阅，还有开小铃铛哦，谢谢，下次再见，拜拜。